先生出去吃手架肉，肉什么的。然后呢，请各位握住其中一个，但是左右不能握，你不可以握他，你不可以握他，旁边的人不可以握。比如说，你可以握他，可以握他，啊，举起一束的二，右手握住其中一个人的右手，不是不是，握住一个人的手就好了，握住一个人的手，哎，好，他不可以握旁边的人哦，你有没有人握错了？不可以握到旁边的人，再伸出你的另外一只左手，一样握住其中一个人的左手，不可以握旁边的人哦，左右的人退去。谢谢，谢谢，好了，好了。